同学，你现在最想去哪里呢？我最想去美国。美国。美国。最想去美国波士顿。那你为什么想去美国？美国去纽约，好看。那在那里你最想遇见谁呢？我想遇见一些投资家，跟他们学习学习，讨论。最想遇见加内特，加内。那在那里你最想遇见谁呢？那个，你这个可以保密吗？你现在最想见的人是谁？不是，最想去的地方是哪？欧美，最想见的人是谁？小罗伯特，钢铁侠，主角。哇哦！那你现在最想去哪？西藏。跟张良一起去。同学，你现在最想去哪里？我现在最想去泉州见。那在那里你最喜欢遇见谁呢？最想遇见就是陆飞的海贼团，然后还有红发嘛。同学，你现在最想去哪里呢？环游世界各地。那在那里你最想遇见谁呢？遇见，因为根据那个了解不同的风俗民情，认识更多的人，就是丰富自己的生活阅历吧。同学，你现在最想去哪里呢？香格里拉。那在那里你最想遇见谁呢？默默。同学，你现在最想去哪里？我最想上成都看看我的老同桌。你在那里就想遇见你的同桌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，谢谢。同学，你现在最想去哪里？我最想去中国大学。那在那里你最想遇见谁呢？遇见谁呢？